喂，老板。雨佳，喝奶茶。你自己喝吧，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奶茶挺好喝的，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今天是12月31号10:30，可可带你们来到神圣的音乐世界。喂，佳薇，怎么了？婷婷，婷婷她。怎么了？武婷又不高兴了是吧？他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家里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死。喂，雨佳，雨佳，骗人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。这几天婷婷一直在跟我讨论说你这个生日该怎么过，所以才约你去奶茶店，想跟你好好聊聊。可你倒好，为了工作甩手走人。你哪一次需要他的时候，他？无论在哪，每一次只要你一个电话，无论他在干什么，他总是会回到你身边。今天就是婷婷的葬礼，希望你不要出现，免得婷婷再伤心。喂，老板。雨佳，是你教练子，今天就要交一项目，咱们合作的资料还没领。万象农领导11点到公司，请你务必准时把资料交到我手里，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我们大家的事儿。雨佳，喝奶茶。晚点又行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然后你惊讶的看着我。好了，切了吧你。喝奶茶。今天是12月31号10:30，可可带你来到神圣的音乐世界。那我去那边坐公交车吧。婷婷，婷婷她，
他回家的路上出事儿了，你没看电视吗？地铁出事故了，就是婷婷坐的那一趟地铁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婷婷她也没。原来，我每天只要在这个奶茶店坐在了这个位置，接到老板的电话，只要时间到了10:30，我就会回到昨日。等回家。那我先换去了，去吧。救赎婷婷。今天是12月30号，可可带您来到神奇的夜市。